知道你昨天你爸又拿一盆牛肉上来给我吃吗？真的、啊？他很白痴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跑上去吗？嗯、他一尊狼吃饱了，你也知道我爸就会那样。狼让你吃吗？狼让你们拿啊？你到底有没有狼去？他说他包什么都要一直这样子。然后我就他就爸也没吃饭吗、啊？然后我就跟我妈说，哎、欸。他才好笑嘞，我抱小孩下来就是你，但你那时候不是。爸爸，爸爸，这太扯了吧！我知道他本来有怎样。爸爸怎么啦？他怎么不让我？爸，我干嘛？你已经发了，我要躲，没让你发，我没有让他过啊。不要，不要让人家过啊！超危险的哎、欸！然后我还前面还等他，还等他，不要等他了。不要让他过干嘛？我前面我让他出来，你看到吗？知道啊，